感谢各位高雄的市民陪着我们一路走到戏剧的尽头，容我介绍两位杰出的年轻人，一位是这出戏的舞蹈设计李明正，明正；另一位是这出戏最辛苦的导演王劲聪，劲聪。 台湾的年轻人活力无限，充满创意，所以我们台湾有无限的希望。各位，傍晚的时候，木星在我们的头顶；待会儿晚上散场了，各位看到了火星跟土星从我们头顶刚好经过。然后呢，东边地平会起来一轮明月，这些天体天象每天存在我们身旁四周，而就是靠了哈雷与牛顿这些辛苦的科学家，告诉我们它背后的道理，让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。希望今天各位。 看完了《哈利与牛顿》以后，晚上回去有一个甜蜜好梦，梦里有一片灿烂星空。